接全场赛事最大声的林哲轩，欢迎来报。左眼方向的三分全垒打，也带领悍将逆转战局，拿下胜利。我们再次给队长掌声鼓励。那除了张学友今天表现相当优异之外，今天我们首打席的郭博威也轰出他个人生涯的第150支全垒打。另外，你看到我们今天真的是遇到最后一球锁杀。
天王山之战的关键胜负。我知道如果在脸书上有在关注球员相关球迷朋友的信息，在两场如果我们能够顺利收下胜利，在下一次的主场至少都已经超过有200杯以上的饮料会来分手的球迷朋友，然后是每一队球迷他们自发的要来为悍将加油，这种凝聚的心我们需要，我们持续一起坚持到季后，甚至一起坚持到我们拿下中华职棒31年的总冠军。再次谢谢大家的进场，我们明天还有关键一战，希望大家继续进场为我们加油。I know Chinese Football Angels， 再次谢谢大家配合着我们一起热血一员，我们。